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众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众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、两祖众尊，皈依达摩、利欲众尊，皈依僧伽、诸众众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572页最后一行啊，课题：成就众生啊，分两课啊，根一无住身心啊，也分为两段啊，心一一切无住。请看经文，所有过程、居乐、眷属、珍宝都无所住。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成就自己的德行，前面善护三业，是就事上说的，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人对事，啊，身口意的三业要守住，这个是庄严。清净三业的德行，那么成就众生这一大段是菩萨教化成就众生的德行啊。有人问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世界？他来干什么？我们这些众生到这个世界来，是业力来，前世造的业因，这要酬偿业报，不来不行。啊，那么佛早就超越了啊，无始界以来的业障习气，他都断尽了，再也不造业了。啊，为什么要来？佛菩萨之来是应感而来的，众生有感，众生苦啊，求佛菩萨，众生起这个念头，佛菩萨
就感应到了。所以他来现身。现法身、应身、报身，完全看机感他的德行了。化身菩萨求佛加持，佛现报身，真正有修养、有德行的人。求佛菩萨加持，佛现应身。像我们这些众生，没有德行，没有智慧，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没有遇到苦难，把佛菩萨都忘掉了，心上没有；遇到苦难的时候，在临时抱佛脚，求佛菩萨。佛菩萨非常慈悲，来了，多半是化身。经上说的这些，佛菩萨为我们示范的，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学习。所有是都说到了。下面呢，举几个例子。举了四个例子。这四个例子包括所有一切。过程。过程是都会、都是。居乐是村庄。象征眷属是人事，珍宝是物质，万物都取一个代表，通通都不着啊。这个不着，最重要是心不着。注解里头，着呢就是执着，有所执着，则难离舍。佛菩萨呢没有执着，所以用这些东西布施。没有一样不可以布施的。布施是四摄法里头的第一法，是度众生的手段。这个四摄法是佛菩萨度众生的手段，这四种里头头一个就是要布施。那不布施怎么行？自己对于这些世间法如果有贪念，你就舍不得布施啊。你度化众生的缘不深呢。所以一定要学布施，什么都能施。自己才自在啊。通通可以放下。所以这一段一切无著我们的课题。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著。如果究其真相，诸法实相，那像经上所说的，
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这四句常常记在心上。布施的时候很管用，什么都能施。啊，最爱的、最喜欢的都可以施。为什么？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那真正能得到，永远属于你的，那可以说说得过去。假的，包括身体都得不到啊！修行人。教下学的是直观，天台是直观，华严无执六观啊，直观就是看破放下，观是看破，执是放下啊，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自信有没有？有，真的不生不灭。那它是真的，永远不会变化。那它是什么样子呢？它是一片光明。在哪里？无所不在，无处不在。为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。慧能大师说得好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我们相信他这句话，自信是真的啊，不生不灭，本自清净，本自具足，本无动摇，能生万法。你能不能抓得到他？抓不到。六根圆不到，六根没离开他，他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的本体啊。那么他变的现象，现象是假的，刹那生灭，说刹那的时间很长了。啊，现在我们看了弥勒菩萨的报告啊，用现在的方法计算出来，一切万法住世时间多长实际上它是2240兆分之1秒。换一句话说，一秒钟他已经生灭2240兆次。你说哪一次是自己？哪一次是你能够拥有的？不可能。不但我们不可能，诸佛菩萨也不可能，八地以上把这个事情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他有没有能把这个东西掌握住？掌握不住。常作如是观，你就能放下，你就能舍得。啊，舍得跟戒定慧相应。该善给这个善护身口意相应，放下不难，看破很难呐、啊。看破是智慧，真是智慧，从戒定慧里面流露出来。
众生的烦恼习气是从阿赖耶里头流露出来，不一样啊！阿赖耶是习气种子啊，种子起现行，现行变成种子，那个速度也是2240兆分之1秒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所以海鲜老和尚说得好，简单明了，常常劝人，凡是见人的时候都会给他一句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这句话好啊，全是假的。啊，我们这个题，这个课题上，这一段是无住身心。首先这一段是叫你无住，你看后面这一段就生心了，六度化众就生心了啊，无住当中生心，生心时候就是无住，这就是菩萨。凡夫啊，无住就不能生心，生心就不能无住，只能管一个不能管两个。菩萨有本事无住跟身心融成一体啊，修六度万恨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心里面没放在心上，这个无住就是不放在心上，把所做的东西都不放在心上。好啊，干净啊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那坐跟不坐又化成等号了啊！利益众生的事情要做，做完了什么，心里都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啊！阿赖耶里头不落些种子，那就是发身菩萨了，全教菩萨做不到，没转世成智，语言粗度以上转世成智了啊，那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境界。啊，下面这一段六度化众，教化众生，感化众生，就是用这六个方法，不必再求多，这个方法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都用这个方法。这是六个科目，每个科目里面包罗万象啊，我们把经文念一段，恒以布施，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，六度智行教化安利众生，诸于无上真正之道。啊，佛教真正可以救人啊，个人的身心可以救家庭，可以救社会，
可以救国家，可以救全世界，用什么？这一条就够了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于布施下面接着说的是持戒忍辱无度啊，因为诸度先以无著为本，啊，不执着，不执着就是无助啊。修这六桩事，做得非常认真呐、啊，做得圆满呐、啊，不放在心上就是无助，就是不执着。执着怎么样？执着就变成福德，来生人天福报。不执着是功德，来生就做菩萨了，不是普通菩萨，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大菩萨。啊，我们是愿意求明心见性，还是愿意享人天福报？啊，人天福报不离开执着，我做了多少多少好事，啊，袁了凡先生每一天写功过歌，哪些事情做错了，哪些事情是好事，通通记载，天天比较，啊，善比恶多，啊，恶少善多，这是对初学。啊，对真正发大菩提心的不是这个，善恶两边都不住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心上没有念头，无住为本呐、啊。啊，我们修净宗的时候，心上只准许一尊阿弥陀佛，比其他法门容易。其他法门什么都不能住，难修啊！啊，净宗的妙处就是用一法代替一切法，这一句名号。啊，只要名号，二六十中不曾丢失，功夫就成片了。啊，功夫成片，真心切愿就保证得生。这个法门多简单，多容易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一生成佛。啊，经上所说的真的不是假的，四十八愿第十二愿定成正觉，到西方就是决定成佛，正觉就是成佛，而且快速啊，不比三大圣七劫。我们干什么都回向求生净土，
这就对了。是世界《金刚经》的宗旨，远离四相，修一切善法，故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啊，这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《金刚经》前半部立四相，后半部立四见。啊，都要从思想下手。然后熟了，世间自然现前了。不但思想没有了，思想那个念头都没有。啊，前半段声闻缘觉的境界，后半段是菩萨。那么这六度，乃菩萨究竟自他坚立之大心，能到涅槃彼岸呢？菩萨自行此法，也以此法教导利益众生。啊，自性身性呢，释迦牟尼佛则是实现的是应化身，应身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住世80年，啊，八相成道，给我们做榜样啊！生在帝王家，啊，世间人所祈求的功名富贵呀！啊，他一出生，垂手而得。样样得到啊！啊，得到怎么样？放下，交给我能舍，过程居乐眷属珍宝，通通能舍。19岁舍了，给我们表演的。啊，19岁懂事了。成年了，啊，出家去了，过苦行僧的生活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啊，过这种生活。啊，到处去参学，去拜访印度所有的宗教，所有的学派，统统亲近过。这种生活过了12年，到30岁。知道不究竟，啊，为什么亲近许多这些宗教学派，最高的能到四空天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啊，大多数欲界天跟色界天。啊，所有宗教这些修行
大概都是以色界天为主，修禅定啊，四禅八定啊，啊，那么知道这什么？事先告诉人，这个东西不究竟，舍弃了，到菩提树下入定，毗婆罗树啊，在这个树下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，见性。啊，这一见性，一切通达明了了。啊，就是呢，慧能大师所说的第三句讲的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，具足什么？智慧，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是自信本有的。啊，心外去求，求不到。心外能求知识，不能求智慧。啊，智慧跟知识是两桩事情。等等，向好。啊，把这个一切万法分为这三大类啊，智慧、德行、向好，三大类全包了。自信通通去除啊，所以我们要相信中国古人所谓的无师自通，要相信这句话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啊。释迦牟尼佛是自通的，开悟之后三十岁到鹿野园，把了五个陪伴他的人找回来，给他们说法。乔成儒就证阿罗汉果。啊，第一个开悟的。啊，以后没多久，这四个通通证阿罗汉。啊，三宝具足啊。他所说的这法跟谁说的？往后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教，大乘、小乘、显教、密教、宗门教下，没人教他，全都是自己通了。啊，弟子们学他的都学一样、两样。啊，那是表法表给我们看的。老师是无师自通的。啊，所以我这些年来跟很多宗教往来，我把这个道理讲给他们听，他们都相信。啊，相信到最后呢，现在就神是一个，众神一体。啊，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无师自通啊，他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。你看他说出一部古兰经，他不认识字，跟我们能大师一样，那写出来是旁人给他写的，他说要无师自通嘛。那我们在想耶稣，耶稣跟谁学的？摩西跟谁学的？啊，他们当年在世教化众生，跟佛陀在印度示现没两样啊！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，咱们中国往古代去，三皇五帝、文武周公。啊，尧舜禹汤、孔子孟子都是大彻大悟啊。
你把四书打开来看看，那跟佛大乘经没有两样啊。用佛法可以解释经典，用经典可以解释四书五经。一通，一切都通了。还有障碍，那是没通啊。通了哪有障碍？一切法不离自性，自性是一切法的本体，只要见了性了，哪有不通的道理？于是我们就知道了。从印度传来的这种教学的理念方法，佛教传来的戒定慧三学，中国的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，所以这些大儒都学佛，用佛经来解儒家的经典，把儒家经典提升了。大学，你看开头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这一句就同摄全经啊，全经是细说注解解释这些。明德就是本性，明明德这个意思跟佛法讲的，明德不明了，不明就是迷惑了，就是无始无明烦恼现在要怎样？要把它恢复光明。所以明明德第一个名字是动词，第二个是名词。明德不明了，现在把它恢复明德。怎么恢复？恢复的目的何在？目的是清明，就跟佛陀出世，目的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清明也这个意思。终极的目标止于至善，要做到尽善尽美，那就是佛家讲的止于至善。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。离究竟苦，就是决定要脱离六道轮回。不离开六道轮回，那个苦是受不完的。一定要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。得究竟乐呢，那就是极乐世界。你能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个教化众生叫圆满呐，叫止于至善呐。你看用这个解释，用佛法来解释，讲得通啊。把儒家东西提升到佛法了，提升了。所以圆人说教无法不圆呢，它圆通嘛。下面拔木跟佛法讲的修行直趣完全相同。学佛从哪里开头？从放下。就像经上所说的，
所有过程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住，这是什么？格物，这就是欲望啊，物欲啊，格是什么？格斗，要把欲望打败啊，统统放下啊，这个你放下之后，智慧就现了，就知智啊，智慧是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，就是这等于障碍了。这个障碍的去掉，智慧就现前了。啊，这等于用什么东西放下呢？用戒律。戒律就是对付这些的。啊，三昧就开智慧了。啊，心地清净，心地平等，清净平等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妄想分别执着生烦恼，不生智慧呀！啊，所以你慢慢细心去观察的时候，整个世界，无论在学术圣贤的学术，啊，跟这个宗教都能够贯通，没有矛盾。没有对立，没有冲突。啊，那些冲突对立都是人不通，执着这个经教，这经教不能执着。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啊，法是众生教化众生的手段，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手段，这个要知道。啊，那个手段是用完了，下一次遇到的时候要另换方法，不是一个方法可以做到底的。啊，方法是活活不活的。啊，你说它真的不是真的。把病治好了就真的。病治好了药就不要了。那叫无助啊。如果药还要保留的还会生病啊。就又生病了，啊，必须要把它卸掉。所以，这六个科目，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啊，是菩萨自他建立的大行。啊，菩萨为我们众生表演的，就是表演这六种。啊，众生吝啬，菩萨不吝啬。啊，众生作恶，菩萨持戒不作恶；众生狂妄自大，菩萨能忍辱；众生懈怠，菩萨精进；众生心地散乱，菩萨禅定；啊，众生生烦恼，菩萨生智慧。智慧从哪来的？从布施来的，从持戒来的，从忍辱来的，从精进来的，从禅定来的。啊，他这六桩事情，自行化他。啊，他自己教别人这六个科目，这六个科目他做得很圆满。大家相信他，不会怀疑他。如果他叫别人做，自己没有做到，别人就不会相信了。啊，所以这是教导利益众生，教化安利众生。啊，教导。
跟教化案例，一个在因上，一个在果上。啊，开头。是教化利益众生，久而久之，自自然然就教化安利众生。啊，众生都学会了，都能够依教奉行，都达到菩萨教学的目的。啊，那就是破迷开悟，他不再迷惑了，他开悟了。啊，破迷开悟，他自然修菩萨行。啊，他住在这个世间，无论时间长短，干什么就这六桩事情。运用的非常活泼啊，有单独用一颗的，有两颗合起来的，有三颗合起来的，有六个科目通通融合在一起的啊，引导众生啊，你看会所里都说得好，一道受他为教啊，转恶成善为化了，这教化两个字的意思啊，道是道理，是方法啊，真正转恶成善。破迷开悟了，引导众生安住正道，建立大心，发大菩提心啊，这叫安立。那今天的社会问题，许许多多人关心，这个方法就提供给我们了啊，从哪里做起？不要灰心，要从自己做起，不从自己做起，研究这些方法交给别人，没人相信，到最后你还是失败。啊，我只从自己做起，不要问别人，这就对了。啊，做到能感化人的时候，效果就出现了。别人看到我们自己学习有成就啊，成就表现在哪里？表现在日常生活表现在法喜充满啊。早年我住在美国，有一段时间住在旧金山，我们住在乡下小镇啊，这个小镇环境非常好啊，我们在那买了个小房子啊，跟韩馆长的房子住对门一条街上，我们常常往来啊，欢欢喜喜，叫法喜充满。我的邻居看到我们看了几个月，有一天敲门来问我，你们是干哪个行业？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？问这个问题。哦，我说我们是学佛的啊，
学这个净土宗的。啊，他说净土宗是什么？我说净土宗学心清净，他说这个我也要。啊，净土宗讲快乐，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我们也要。啊，将来往生净土，他听了很欢喜。啊，他看到我们，看到我们在日常中见到都是欢喜，从来没有愁眉苦脸。啊，讲我们给他讲清净快乐。啊，然后就告诉他，你既然喜欢，你要你们的朋友，他们都是基督徒，你们星期天上教堂，你们星期六啊到我们佛堂，啊，我们给你开课，啊，我们叫什么？叫欢喜，叫清净，啊，叫身心健康。啊，那些佛学名词咱们不谈，那个不好懂。啊，然后告诉他，佛教是教育，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，跟你们信教不冲突。你看，你们跟上帝，上帝天父，你们是父子关系，我们老师是师生关系，没冲突。啊，我相信啊，你们能够学佛，你们的上帝一定很欢喜，啊，一定会常常，你看我这个儿子跟释迦牟尼佛学习，啊，一定是很欢喜的。我们在美国有一段时间，啊，帮助他们，他们也有十几个人，啊，常常到我们的净宗学会来走动，啊，时间久了，他看到，啊，他就真的想学，这叫安利。盖大师以六度教导于摄受众生，时之转卧成善，发起大行，安住正道。此道非是小道，盖为无上真正之道。啊，大道要从小处去戒引众生，啊，让他有兴趣，啊，不能让宗教对立，不能让族群对立，啊，我们告诉他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他们自私自利，我们非常大方，啊，常常有礼物送给他，送久了，他也会买礼物送我们。啊，我们送给他的多，他送给我们的少，就慢慢来呀，慢慢感化。啊，这些都在经典上可以学得到的。啊，佛法是大道。啊，开头点点滴滴去戒引众生，要恒顺众生，要随喜功德，啊，不能批评，啊，批评他不能接受，他可能跟你对立，啊，要尊重他。你看我跟他们团结宗教的时候，跟很多宗教来，啊，这些人在宗教里都有很深的、很大的影响力。
啊，他们常常问我，释迦牟尼佛既不是神，啊，那他是干什么？啊，也问我一个问题，那你们佛教讲人死了以后，最后的审判，这怎么解决呢？他们相信最后审判，我说最后审判是上帝的事情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事。释迦牟尼佛专管教育，啊，教学这桩事情他管，好像他是管教育部的，那个是司法部的，那是属于上帝的。他们很高兴，上帝有权。这样就很好处啊！啊，我们还是一家人呢、啊。无上是无有更能胜过之者，这个道是无上道，再上去没有了。这上什么？就是明心见性，是无上。啊，见性之后就没有再无上。只要见性，你才真正知道，智慧的能向好，统统是自信现的，自信所生所现，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。啊，自信所现这一切法，这一切法跟自信不能脱离。啊，就跟我们现在看的屏幕一样，电视屏幕啊，摄像跟屏幕是一体啊，摄像跟屏幕是两桩事情，互相不妨碍啊，摄像一定要借助屏幕它才能显像，没有屏幕它显示不出来。那屏幕在哪里？屏幕就在摄像当中，摄像就是屏幕，屏幕就是摄像。啊，不急不离。啊，屏幕是真的，永恒不变，摄像刹那刹那在生灭。啊，电视现在大家知道。一秒钟一百次，画面生灭是一百次，百分之一秒，我们看不出啊，它是假的。啊，那么自信，自信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就是没有念头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三种现象都没有，但是三种现象都能够变现。这个要知道啊，知道怎么样呢？才晓得，色相是假的，啊，高频率当中产生。自信是空的，自信不能是假，自信空就是它没有现象啊，自然现象没有啊，起心动念现象没有，物质现象没有，所以不可得啊。真正到不可得了，你全得到了，明心见性的全得到了啊。海贤老和尚凭着一句佛号，我估计他念二十年，真的啊，真的之后那个境界跟慧能大师的境界，跟释迦牟尼佛
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是同一个阶层，同一个境界啊，只是他不肯说，这是老师教他的。20岁，老师就看出来了，老师不是凡夫，凡人做不到啊。对他认识，知道他有成就啊，啊，告诉他一句佛号，一直念下去，又说明白了。不能乱说，不能说。明白了什么呢？理一心不乱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环境不一样啊，环境不容许你说。你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你说的这些大道理，人家说你着了魔了。啊，你是妖魔鬼怪附体了。啊，不承认你，所以不可以说。啊，现在他走了，我们说没有关系了。他要在，我们也不能随便说，说替他找麻烦。净土轮住。贪乱法师的啊，无上者也，此道穷理尽性，更无过者。穷是穷究，追根到底，这个道就是自性，就是真如。中国人讲本性，本性本善，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那个善是赞美，实在找不到言辞来赞叹啊，用一个扇子就太好太好了，就这个意思啊，再没有比他更好了啊。穷理尽性啊，心就是本性，理是天地万物之理啊，有个道理，有事嘛，当然有理，有理才有事啊，理事是一体的两面啊，没有超过的。佛是把这个东西找到了，找到告诉我们说，每个人都有啊，这个是平等的啊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你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你迷失了自信，才变成这样的。所以佛来帮助你觉悟啊，是你自己觉悟啊，不是佛觉悟啊。觉悟与佛没有关系，是你自己。啊，佛首先教我们放下妄缘啊，把这些障碍统统撤掉让自信恢复，醒悟过来啊，静心。这个静字用得好，啊，哪些人见性了，没有到见性？啊，见性，《华严经》上，
原教初住菩萨就见性了，破一品无明，见一分真心，生十宝庄严土。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，就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华藏世界。啊，极乐世界就是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四土三倍九品。但是这个世上是有啊，极乐世界有阶级啊，但是怎么样呢？虽然有阶级，待遇是平等的啊，纵然是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也是阿惟越致菩萨啊，阿惟越致是法身大士啊，所以他那个地方居住的是41位法身大士。那么方便土、同居土啊，虽然没有明心见性啊，他们是得到阿弥陀佛48愿本愿威神的加持，享受阿惟越致菩萨的待遇啊，也就是说同居土即使是下下品往生，也是阿惟越致待遇啊，那就是说智慧、神通、道力、德能、相好，都跟阿惟越致菩萨平等。啊，一直到穷离尽性，穷离尽性是无上菩提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妙觉位。啊，41位法身大士居十宝土，那是原教初住啊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，这41个位置。啊，那么净信的是地再上去一层了。妙觉如来，这就没再没有超过他的了，他是最高的了。他住哪里？常寂光净土。啊，他离开十宝土，融入常寂光啊，这就是穷离尽性啊。入常寂光之后，没有身相，常寂光就是他的相，这个光明遍照。啊，永远不会退转，妙用无穷。啊，众生有感，常寂光就有应。啊，我们在此地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一切的一切，没有离开常寂光了。我们看不到常寂光，常寂光看到我们了。所以你要晓得，阿弥陀佛天天看到我们。
一秒钟也没有空过。啊，别说一秒，像弥勒菩萨所说的，2240兆分之1秒，他也没有放过。他对我们很清楚啊，我们点点滴滴他都知道啊。啊，到必要的时候，他给我们一点信息。啊，譬如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心愿成就了，真心切愿，没有丝毫怀疑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丝毫留念，哎，他就会现身。啊，阿弥陀佛就现身了，告诉我。啊，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那一边已经注册了，有你的名字。啊，告诉你寿命还有多长，到时候佛来接引你，你听得很安慰啊。啊，佛没有白念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么有人在这个时候，他就向阿弥陀佛要求，我现在跟你走，我对这个世界没牵挂了，我现在跟你走。啊，佛大多数佛一定会同意，跟你要定3天1个星期。啊，这干什么呢？让你有时间通知你的亲戚朋友。啊，让他来助念，让他亲自看到念佛人走得这么自在。啊，海鲜老和尚跟我们说过多少次，他是多少次的见佛，都要求佛带他去，佛不带他，佛劝他，你修得很好，表法表得很好，啊，多住几年，给佛门弟子做好榜样，给念佛求往生的人做好榜样，他真做到了。啊，在我们想象当中，肯定阿弥陀会告诉他，你什么时候遇到一本书，啊，讲若要佛法行，唯有生战生，佛就来接引你往生。啊，他在2013年1月有几个信徒带着这个书到山上，他也看到有人带书，他就问你们带的什么书，别人把书名也告诉他，欢喜，那个欢喜的样子，许多人说老和尚从来没有这么欢喜过，好像盼望着得到宝贝，盼望多少年，这宝贝终于到手了。啊，用这个来形容他。啊，你看，马上穿袍大衣，啊，最心爱的一件袈裟，穿上之后拿着书，请大家给他照相。啊，这也是头一次，一生当中老和尚从来没有主动叫别人给他照相，没有过，就这么一次。3天他就走了，没有生病啊，不要人作念的、啊。他告诉人作念不牢靠，我自己念佛走啊，我何必要人，只要人帮助。啊，一切正常，说走就走。
啊，做榜样给我们看。啊，这个表法的意义很深，告诉我们的信息，西方极乐世界是真有，他见过好多次，阿弥陀佛真有，跟阿弥陀佛很熟悉，我相信他跟阿弥陀佛见面，我估计十次以上。92年了，啊，是真的，决定不是假的。啊，对我们的帮助就太大了。我们这些年，净宗依照慧济文修行的人遭难了，啊，多少人批评。回报啊，确实有少数人受影响啊，不敢学了，赶快换别的本子啊，他来给我们做证明，证明下莲居老居士所会的经是真经，里面每一个字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啊，汇集经开这个例子很早，汉朝时候就有，啊，翻译经的时候就有这种，那个时候叫合经。几部经汇合在一起，合经就有，怎么能说不可以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但是合经是可以，不能改动文字啊，改文字这是忌讳的，绝对禁止，因为你要改，别人也会改，过个几百年之后，改的地方很多，那就无所适从，啊，所以决定不能改字。啊，那么过去王龙书的本子、魏墨生的本子都改动了，多改动几个字，啊，改的没错，改的很好，但是这个犯规矩。不可以这样做法。下莲居老居士3年把经汇集起来了，经过10次的修订，啊，细细检查，没有改动一个字，所以真经呢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第二，证明黄念老的注解正知正见。啊，他的注解没有用自己的，他是借注。你看注解这一段的文字从哪里来，他都标得很清楚。他用了83种经论。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一共是193种，这些资料来汇集注解，正知正见，无话可说。第三个，为我们证明，我们这个17年将近20年。依照这个本子修行，依照这个本子学习，没有错误。
啊，所以他要等这部书出来，给这部书给我们作证呢。啊，这部书弘宁法师写的，用了十几年的时间，收集许许多多资料，好多资料我自己都忘掉了。啊，替我们辨别，啊，替我们解释了，有根有据，解释得很详细，大家没话说了。啊，所以夏老的这部经，国家宗教局翻印净土五经汇典本里的无量寿经，就是用汇集本啊，这个就是给大家说了，国家承认的啊，非常难得啊，所以我们敬宗信心最重要啊，没有信心就不能往生。真正有信心，真正有愿心，想往生极乐世界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啊，有留念又想去，这是脚踩两只船，不牢靠啊！要真正相信，真正发愿求生。这个世界一切放下条件就去做了啊，念佛功夫前身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啊，往生条件就是心愿，真的有心有缘，这是往生条件啊！所以念佛功夫的前身，到极乐世界插班，你插哪个班啊？如果真念到功夫成片了，你生方便有余土，不是同居土，品位高了啊，功夫成片大概是方便图下三辈啊，那么得到四义心不乱是方便图上三品啊，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品位高下了。如果念到理业心不乱，生十宝土啊，这个是真有其事啊，但是不要紧。早年间莲池大师在世啊，藕益大师在世，这两位大师都是我们心目当中非常敬仰的啊。我记得好像有人问过藕益大师，你往生极乐世界生到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，他的回答是，我只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。这个用心好啊，不增品位啊，那什么
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是学校，阿弥陀佛办的学校，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大学，有研究所。我从小学一年级念起，我就喜欢了。欧耶大师给我们信息就这个意思。为什么呢？无量寿啊，有的是寿命啊。那么从小一年级扎根的，这多好啊！有长时间亲近阿弥陀佛啊，不要争品位呀、啊，要争着赶快往生呢、啊，这个重要。啊，这是说明往生极乐世界幸运是大事，念佛是小事。念佛临命终时十句佛号都能往生，这十八愿嘛，平常不念佛的啊。还有一个说法，平常是念啊，早晨起来念十声佛号，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声佛号啊，早晚都不忘记阿弥陀佛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佛号不能丢失啊，那是决定往生，往生的品位高啊。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，农夫出身呐、啊，二十年佛号不丢失，他就能够念到功夫成片，事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，得大成就啊！我们看到形象，没有看到他的根本呢、啊。啊，说不定都是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再来的。啊，观音是指我们这个经前面念的十六正寺都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们都是真等觉菩萨。啊，说不定是这些菩萨化身而来，帮助我们。我们遇到灾难，遇到困难，他们来帮助我们解决，坚定信心，无量功德。又华严大疏钞第十三卷，清凉大师的啊，这里面说的，无有能过者，故号为无上啊，解释无上这两个字啊，真者真实，无迷无妄啊，凡夫不是迷就是妄。迷是迷失自信，妄是妄想妄念。那真与理无差越真，理是标准的，理是真理，理就是自信，无邪无曲也叫真啊，没有偏，没有邪啊，这也是真的意思。又禅门解正法严藏中的正字啊，这个正字的标准，正者是佛心者的名，此心彻见正法，古云正法也。
啊，也有人把这个后面加一个字，正法严藏，意思都相同，正法严藏。啊，佛心值得名。佛的心是什么？我们的真心就是佛心。我们今天所用的是妄心，不是用真心。啊，妄心是众生心，六道轮回心，这讲得明白一点。啊，佛心是做佛的心，佛心是什么？什么是佛心？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那个心就是佛心。起心动念是迷，是偏，是邪。啊，所以给你讲最简单的修行方法。你要想成佛，啊，眼见色看得清楚，耳闻声听得清楚，看清楚听清楚，是自性般若智慧。心怎么样呢？如如不动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是佛。菩萨降一等，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菩萨见色闻声，不分别不执着。啊，我们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。起心动念是根本无明。啊，分别是尘沙无明。执着是见思无明。所以六道里头翻不了身呢，出不去啊。啊，阿罗汉能出去了。阿罗汉在断烦恼，就是见色闻声，他有起心动念，他有分别，他没有执着，没有执着，万缘放下了，阿罗汉真放得下。啊，所以他能脱离六道轮回。不再造轮回业了。执着是轮回业。啊，不造轮回业了。你看你修行多简单。与谁都不相干。完全在自己。啊，你真能这么做就自觉了。啊，佛菩萨千经万论叫什么？就叫这。啊，我们明白了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总要知道。我们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希望比去年轻一点，比上个月轻一点，比昨天轻一点，好啊，就有进步啊。啊，如果还是这么严重，还是这么固执，今天一天白过了。啊，纵然是念佛，佛号不曾丢失，也不起作用。为什么？烦恼习气太重。这佛号虽然是一天没有丢失，敌不过烦恼。
啊，就在日常生活中，特别是在人事上，人上看顺眼的喜欢了，看不顺眼的讨厌了。啊，这个麻烦在哪里呢？跟众生结怨了，不知不觉就结怨了。这个怨要不离开六道轮回，不能往生，来世还会遇到。遇到怎么样？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！你说你冤不冤枉？他造业是他的事情啊，他能接受劝告，我们劝告他。他不能就随他去吧，啊，见了面还是笑面迎人，欢欢喜喜，这就对了，啊，像海鲜老和尚，一生从来没有怨恨过任何人，啊，都是欢欢喜喜，笑面迎人。啊，没有看到老和尚发过脾气，没看到老和尚给谁红过脸，这是老和尚的功夫啊，这功夫得力了啊。贪嗔痴是三毒烦恼，再加上慢疑贪嗔痴慢疑，五毒啊！希望我们这句佛号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，能把这五毒化解。啊，他有，我没有，我化解了。啊，贪图魔鬼道的瘾，嗔恚脾气大，地狱瘾的愚痴畜生，啊，傲慢也是修罗，那是有福报的，啊，没有修罗就在地狱。啊，怀疑也很可怕，没有信心，感得山崩地裂，现在很多地方大地突然一块下去了，怀疑那个地区的疑心很重啊，山现在讲土石流啊，山倒下来，啊，没有自然灾害，都是人的业力感召。我们相信佛这个话，啊，人心好，人心有转变，灾难就轻了。啊，大的转变，灾难就没有了。我们走国外听到很多人说这个灾难是全球性的，不能避免。那中国呢？中国比外国轻，为什么？习近平主席在带头断恶修善，啊，带头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再恢复下来，只要有这个念头，这一个国家灾难就轻。啊，真正能做到
这地区没灾难了。啊，众生不再造恶业了，啊，贪嗔痴慢疑都断掉了，他怎么会有灾难？啊，佛经上告诉我们，贪感得之水灾，它跟水相应，尘灰火灾，火山爆发。啊，气候反常。啊，多少地方听说40度以上，这个火，这是有火啊！啊，鱼翅风灾，常常看到外国的龙卷风，那个损失很惨重啊！啊，傲慢干的是地震啊，所以。怀疑山崩地裂，佛法说人心所感啊，大自然是最美好的，是最健康的，怎么会有灾难啊？人要相信因果，善因善报，恶因恶报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！啊，下面解释个道字，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，能通为义，道是道路啊，成佛之道是通往成佛的一条道路。居舍论25说，道义运火为涅槃路，成此能往涅槃成故，涅槃是比喻，涅槃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，不生不灭，叫涅槃呢。什么不生不灭？自性不生不灭，除自性之外，全是生灭法。那只有自性不生不灭。所以佛法这个道路就是帮助我们回归自性，明心见性啊，心是阿赖，阿赖迷了，如果觉悟了，阿赖耶就是自性啊，自性就是啊，这个阿赖耶就是自性带着迷变现出来的妄心啊。阿赖耶有多大？跟自性一样大，没有边际呀！啊，迷悟啊，迷了叫阿赖耶，悟了叫自性。啊，明心见性，能往涅槃城。涅槃城在净土中就是常寂光净土。啊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最高的境界就是回归常寂光。又《法华大疏》第18卷说。通知佛果明月道啊，这个佛道就是你
用这个方法帮助你成佛。啊，第二个意思，二者，涅槃之体，排除诸障，无碍自在为之道。这第二个意思，涅槃之体，相用，佛家讲体相用，体是离体，啊，相用呢是从体起用，离就是经中讲的常寂光，啊，儒家大学里面所讲的明德，这都是从体上说的。啊，中国古人常讲本性本善，都是从体上讲的。啊，它没有障碍，无碍自在啊。啊，真正得大自在啊。啊，这叫道。虽然无，这个无碍自在，自在能现一切相。啊，遇到缘，它起作用，虽起作用，像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永远是无住身心，身心无住。这个要知道啊，那就是他永远自在啊。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六道轮回，今天这个地球上的这么混浊，从哪里出现的？从常寂光出现的，体是常寂光，常寂光能随一切众生的心愿，你想什么它就现什么，无量智慧，无量功德，无量的能量，无量的相好啊，从极乐世界到阿鼻地狱，它统统能现。啊，真的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，无碍自在啊！啊，这是道啊，大涅槃无明论。这上面说的夫涅槃智慧道，寂寥虚旷，不可形容啊，不可以形明的微妙无相，不可以有心知啊，微妙无相，不可有相，这两句话不可以显明的，没有办法说出来。
无法形容，它真能起作用。啊，这个话，这一段话，就是六祖大师所说的幕后一句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啊，虽生万法，不可以行明德，你得不到他。他的形状，他的名字得不到。啊，微妙无相呢，不可以有心知，他不现象的时候，啊，不起这个作用的时候，微妙无相。一片光明，啊，大乘经上称之为大光明藏，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大光明藏。啊，能不能想呢？想不出来。你的思想第六意识范围很窄小，包不过它，它太大了。啊，这个就是不可得了，无所有不可得，无所有不可得，叫做放下。不但放下，想都不能想，这叫无住圣心。啊，真正无住，应缘现象是他圣心。啊，他虽然生心，那个心里头没有念头。如果以为心里头有个念头，那就错了，是自然的。啊，经常有比喻，好比我们击鼓，啊，我们锤鼓锤下去，鼓的声音响，鼓声音它有没有念头？哎呀，你敲我，我要想一下。没有啊，敲钟也如是啊，自信现象也如是，他没有起心动念啊，起心动念是妄心，阿赖耶起心动念啊，自信不起心不动念我们的修学最大的难关就是阿赖耶的障碍，起心动念。啊，什么时候念到不起心不动念，那就恭喜你，你见性。啊，到不起心不动念就见性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是大定，是什么？自性本定。慧能大师的第四句：“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。”自信没动过，没有摇晃过，本定。所以，要求定，才能够入得了这个门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是在讲呢？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都在修禅定。念佛的方法也是在修禅定。读经的方法也是在修禅定。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啊，佛菩萨祖师教我们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啊，一部经不要改，就这一部经天天念，
念上几百遍、几千遍、几万遍，豁然开悟。啊，不要想经的意思，只要字没念错，句子没念漏掉就行了。啊，念到会背，那是自然的，那是副作用。不，目的不是叫你背诵的，目的是叫你得定。啊，得定是心里头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把杂念妄想的时候念掉，豁然开悟，就起作用。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在修禅定啊！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，念了20年得定啊，得定才开悟啊！啊，叫念佛三昧。我们念华严经叫华严三昧，念法华经叫法华三昧。啊，目的是在三昧，三昧的定，定到一定的程度，不定碰到什么缘，豁然开悟，目的达到了。啊，我们是什么根性，用什么方法，对了根性，容易修，容易成就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